Hello，大家好。其实我刚刚已经要睡了，但是在睡前收到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。我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支持正版，维护我们的作品，拒绝看盗版。然后已经看过最后一集的朋友们，恭喜你们。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刻意的去散播一些已经知道的内容，或是文字，甚至是截图 po 上网。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有一点没有公德心了。那我还是希望喜爱想见你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那我们都会跟你们一起看到最后。那答应我。支持正版，好不好？